技术含量的这些观众们可以提前准备好，到韩国论坛先翻译起来。我就说肯定有人搬运来了，我一个小的漂移，但是加维斯直接贴脸，22，这56分会不会成为伏笔啊？如果二全部在这里暴毙的话 ，GX 看着就在鼓掌啊！哎，是的，而且现在目前 GX 是在北部。哦，埋了一个啊！第一波开枪了！哦哟，这队友呢？确实是人在脸上，不得不打。在马路对面，小九这波这么近，肯定是没了。哎，天霸最近这个圈，他一直喜欢冲到这个海边这位置来。对他很喜欢。Nova 直接被击倒。Eller 去海边去空 Nova 了。Ramba 来了 ，Ramba 打两个。Inoxi 击倒一个。哎 ，Ramba 怎么回事、哎？这车是什么情况？车没拉手刹。哦，要么就是被雷震一下。对不对？滑了一下。而且车可能快炸了。完了，这 Ramba 没了。但目前正面上还是有优势，是的，3-2 Nova 血量还很健康， Nova 一直在拖 ，Check 点还在屁股后面要过来支援，正面 Nova 打了一枪，血量问题，是的，1-2只剩 Check 进了，这个抛物线，这个雷好像能补，差一点，先把人头补了呀，对啊，先把人头补了，这分可太重要了啊，怎么站顶上 Eno 1-1 Eno Inonix 首先他前面击倒了一个，这个锅应该甩不到身上来吧，看一下最后血量上来说的话，可以看到 Genji 测试血量稍微低一点点，飘柔撞了 USG， 七村这是快楼烧到了，烧到了，是的，外面是不能直接就是在人头烧到了，我这个是小组小组着了，好，问题不大，支援还在另一侧，这个圈是海边的圈、LG 有机会吗 ？LG 那个渔村那边是有船的。LG 机会来了。好 ，Pero 选择了直接拉，没但是赶到途中直接掉两个倒霉鸡了。最后1-1，马云龙7滴血、8滴血，银刀回了1滴。美卡是满血，这个药能打上来？能。他这波很快，都是一枪。986。哦，不是一枪，不是一枪，美卡是满血，美卡的过点是连续打了两个。是的，是的，哇，美卡却，这真的是生死之战啊！帅哥队被 BGP 给打断了，我赢了，赢了，还有机会，现在领先6分，有车有车，因为帅哥不是那个 LG 真的 LG 去了，这一波去明智之举，太刺激了，帅哥队已经跟 BGP 贴脸了，是的，宋江是把他们给直接补掉，票也被补，这把都在打，因为全型非常的极限，哎，这把说明早期掉很多人，真的能够给 Genji 一个进圈的一个机会的，是的，这把天霸也要多点拿多拿分啊！我看天霸在网上、打了一个，哇，他这个跟上一名都有很大分差的。他已经过点真的是无人生还，他有多少子弹就能打多。飘柔刚才是优势很大，加分够了就有点大意了。是，这里张德胜击倒宋江 ，Leo 应该大概知道人的位置了。SGD， 你还真别说，这把要是上大分有机会的。这什么雷？有内鬼？不是你。这不是，这是什么沟通？惊呆了，老铁，这是什么表演？我人麻了。帅哥队现在哇，帅哥队得要分啊，他才第10名。是，在目前 GEX 看有没有机会吧。可以扶张德胜。6个淘汰就强行给自己造了一些伏笔，是的，只能说是就虽然倒地，但是都没说实话，不看他都来不及游过去，因为我就这么捡空投死过。LG 往南边走，这波上岸不会 ？LG 应该是想从左边的房，他能上岸？啊，开打了，开枪了！阿苏要沉下去了，7个包，但是他在水里，水里打不了包。这样一拖的话，是有点急。帅哥队。旁边其实有个厕所啊，哇，往右边贴，其实有一个反斜、就打不到了。这个厕所，帅哥队倒两个，帅哥队没了，没了。
要打吃鸡赛了，是 的, 是的，第十名，而且还不排名分嘛。对。哦，卢克，澳洲天才选手，打一个。这是想这个雷不太好扔的，有点距离。还是想不这个雷好像有了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哇，这个是基本功啊。稍微有点浪费，兄弟。是的，就是雷击。十个雷，我要把这一分补到。稍微知道的。很尴尬呀，是的，啊、来雷 了，这就扶不了了。奸计狂喜，一看那边信息是 LG 直接去了阿苏拉，是的，就在门口。卢克，哎呀，火箭被打了，还剩两个人。关键是现在第一时间也不太好扶人，而那边 T 的出枪是让 PP 后面两兄弟全没了。那这样的话 PP 的信息已经漏了。是的，得救得救，看他想扶卢克，是他击倒的。这个雷要出事，反文反应很快，这个潘塔，但这个雷会把卢克给补掉，好像没有没有，好像已经过了、哦、过了过了，差一点差一点。是的，哇，欧罗很关键，卢克可能要出事，他刚打起腰、啊、砸倒了，一看是奸计干的，人麻了，什么情况？他要打上来了，关键对打了一个药，关键真比阿修罗搞了一个是最骚的。是的，他还要再打个药，五分，依旧是五分，拖死了，拖死了 ，LG 已经被拖死了。哎，关键是777倒了呀，正面 LG 没阻碍了，但 LG 现在他就一门心思往后面看，阿修罗没了，阿修罗没了，这个时候 LG 才能走。四分，四分之差，两兄弟能完成逆转吗？先努力的混一下排名分，其实有机会的。是的，他现在要排，因为不知道T 的挂后边在哪儿。对，二十二这个点吗？对，二十二这个房子里有人，但是二十二没人没动，人没动的。别急，等队友一起吧。完蛋，就是一点没动。记，可以评价是记。他、他这一波会不会是因为？就是被阿修罗影响了一波，没有看上角信息啊！恐怖游戏，真的 ，LG 的老哥直接鼠标扔出去了。没事，现在订机票还来得及。现在就看天霸能不能把自己的排名再往上拔一拔了。是的，还差多少啊？看看，差有点多，其实差七分，扛住 SQ 这一波。是的，差七分，反正 USG 已经淘汰了嘛 ，USG PP 都是42，没错。你这波拿七分的话，拿八分，直接上两个名次，多打两场。是的。这把 GX 如果加油吃个鸡，他只要顶掉 PP， 就最起码那四把都能打。是的，对吧？是的。GX 现象就哎，那 Siri 的算盘完全落空，开了马也赶不上。是的，他少被子了，我是。哇 ，T 五还冲下来一个。是的，他何止冲下来一个？七七 K 了一分。Fax 正面能打赢吗？打赢了。哦，被子这里最后啊 ，Degree。这个支援过来之后，正面就拿下了。是，但是后面 SR 是击倒，还能救。费兹这把又拿了9分。哦，可以。GX 这个位置产生效果，但是 SQ 可能会限制 CBR 不让他跑。啊，其实就是这个问题。啊、因为左边防区有枪线 ，SQ 是知道的。二十二独狼跟七七先打一波对抗。这波七七赢了。天霸又是拿到一分的排名分，目前只差三分，只要扛住这一波就有反制。炸残，如果再来一颗雷就好了，再来一颗雷肯定能倒。哦，七七倒了。用剑 Cibel 的出枪将七七打掉，给了 SQ 一个信号，但是七七被补了，分数是给了 SQ。SQ 发现从右边不好过，因为 GX 的枪线还挺密的。是，哎，追枪，追枪击破了，别人投注了，打正面，哇，一把九七，有点慌，说实话。主要这波过点一枪没打中，是。这就难受了。哦，所以。GX 一直在帮忙，替 Goten 打了，还蹭打了 TE 的，哦，啊，这颗雷可以，迪布哥被炸倒了，又是一颗雷，再来一颗雷没了，但是这个对天霸分数增益不高啊，天霸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的，除非他现在 K 头，他把独狼打了，他还得 K 头，再拿一个排名分，是的，他外面打独狼就是加两，他把前面，哎，可惜是在金光箱后面，如果又能整 K 到这个头就好了，但是他能稍微混一会儿。七七没了，多混了一分，还得打一个，打一，这个分很关键，要想补，哎呀，没补，没补掉。